昔日九言教你在家做一桌丰盛的四菜汤，你看这样怎么做漂亮吗？做菜是这样，粉丝只要报上菜名，而我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。他们想吃大头菜，我要研究啊。点中间比较密还没长叶的，这种茎比较少比较嫩，长出叶子的它的粗纤维比较多。选这一颗啊，这一颗也够一盘菜了。这种茄子比较结实啊，虽然小条，但是准备五条也够一盘菜。老板称一下多少钱？9.3。9.3哦。对，3.3。白菜1.3啊。老板今天有没有黑鱼？有。一斤多少？1.15。来一条上进的。这一池是黑鱼哦，挺猛的。这一池也是啊。相信我，炖汤的时候，蛤蜊放它3到4个在汤里面啊，很鲜的啊。老板，这一斤多少钱啊？这个17。多少钱？6.8。哎，这是桃子吗？老板。对。一盒多少？13。不是称斤的吗？不是，算二。算二呀、啊？哦，听懂没有？老板说算二，其实叫算盒的意思啊、哦。这么大一条黑鱼，3斤左右啊，先给它冲洗一下。茄子、白菜，洗一洗。这些食材去掉了79，5个人左右的分量也是差不多。先用开水啊，烫掉黑鱼表面的鳞液。然后再马上冲冷水，这样处理就比较干净了。这种茄子本身很嫩，皮也薄，稍微打一下也行，去一下头尾。点赞是情分，不点是本分，不管怎样我谢谢你哦。想让切完的茄子不易氧化，有一招啊，往这里面下多一点的土豆淀粉，这样的茄子等一下炸出来会起一层脆壳。这大头菜给它切成厚片，像这样切成长条。新手过料的姿势很关键啊，手指正常弯曲，用这个关节顶住刀膛，然后退的时候是这样慢慢向后移动。你看啊，这样子才标准。这回记住了吧？切完下巴，盐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苦涩味先抓出来。大概抓了2分钟，你看出这个水分了。再用纯净水冲到它没有盐味。冲了5分钟了，给它捞起来，沥干水。凉菜要先做起来，下蒜头、红椒。一点点盐，一小勺糖，生抽、陈醋、辣椒油、芝麻香油，抓拌均匀，浸泡1个多小时就可以开吃。冰箱里面剩了半颗洋葱，刚好可以利用它，把它切成丝。洗净的白菜掰一掰，稍微切一下，把上面的鱼鳍先剪掉，先把它洗掉啊。平刀将黑鱼的肉先取出来。骨头切成大块，这鱼腩啊，斜刀片下来，这鱼的韧性蛮好的，你看，很有弹力。换个面啊，朝这个方向，一定是不要切断了，切到皮的地方。另外这一条就1/3，紧接着把它切成这种长条状。这一系列的四菜汤啊，我会持续更新。如果你想照着做，其实也是蛮简单的，毕竟给自己来点创意，对吧？切完要懂得挂菜板，才不会发霉。也可以边刮边清洗，这样干净一点。下20克的沙茶酱，1小勺土豆淀粉，抓拌均匀，腌制入味。沙茶酱的口味是咸甜鲜微辣，家里总会备点3层肉吧？有没有同款？砂锅里面下芝麻油，加生姜、洋葱，鱼腩悄悄摆进来。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？当然没事啦，它又不会跑。淋点料酒或者白酒，开中小火焗10分钟。这鱼肉也是要裹上土豆淀粉，在它的每一个缝隙里面全部要裹上淀粉，像不像麦穗？你看，锅中下油，给它过滤一下。教你测试油温，你看，菜叶子下去，没什么反应啊，这个温度还偏低的。放下去立即起大泡，哎，6成油温左右了。6成油温下锅炸，还好这锅不会太小，不然就炸不了了。炸到有点微黄，可以捞起来了啊。这盘子是量身定做的了，保持6成油温。油少的情况下，勤快点给它翻拌，这样受热均匀。炸到有点微黄，你看，外脆里嫩了啊。炸好的油再次过滤，别浪费，下次还是可以炸其他东西。时间到。还不错，最后撒点葱花、红椒末就行了。沙茶鱼腩鲜香美味哦。锅中下油，下60克番茄沙司，
30克白糖，15克的陈醋比较醇香。开中火煮，把酸甜味全部融合在一起，就这样子煮开的状态就行了。趁热给它淋上去，最后撒点葱花、糖醋、麦穗鱼搞定。再次加油，下肉末，炒出香味，加葱姜蒜末，来一勺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加适当开水，加生抽更鲜甜，来点老抽上色，陈醋少不了，白糖中和辣味，少许盐、料酒。炸好了茄子倒进来焖，开中大火焖3分钟，它就会很入味了。出锅前撒上葱花、红椒末，软嫩入味，大盘又实惠。再次加油，鱼骨头要煎，要保持没有水分，才不会崩油。开下了啊，开中大火，先把底部煎至凝固硬化，就不会粘锅了。煎到这种微黄的效果，这个时候下开水，加点生姜去腥，来点葱段增香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习惯性的把胡沫捞掉啊，那就错了哈。胡沫是它的油脂啊，油脂煎出来之后遇热融化，这是汤汁变白的关键啊。煮白之后下盐，鱼汤少不了胡椒粉，白菜下去滚1分钟，起锅前撒葱叶子，出锅了啊，刚好一碗黑鱼白菜汤，你知道喝一口有多鲜吗？泡好的大头菜可以倒出来了，已经很入味了。这样的凉拌大头菜作为餐前小菜还是很开胃的。纯净水里面下盐，用这个方法洗桃子，轻轻搓一搓啊，可以把它表面的毛洗得更彻底。把这个蛤蜊给忘了，本来要跟鱼汤一起做的，那就留到明天早上煮边条汤的时候加在里面。79做的这一桌菜，你说在外面要多少才能下得来？今天有餐前的凉菜，还有餐后的水果，不知道是啥做啥，记得来这边找灵感就对了啊。